快快跳，快跳，看到看到看到，都后面啊！这里真的有条鱼在游，来吧！这里条鱼在游啊！打上来！骑我吗？在我面前游，是不是？有人说了，鱼塘有啥意思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不会撒网的话，就这鱼跟你搁上游，你都逮不起来它，就这意思，知道不？他们这个网是高度5米的。高度五米的三只眼，三公分网眼就是六，不是三只网眼是六公分网眼啊，就是全网重的是10斤，就是网一加坠子10斤重，因为我呢就是能力有限，太重的网我也撒不动，是不是？因为咱们撒网呢也不是撒一网两网就不撒了，有时候一撒撒一天撒几个小时，所以说那个网太重的话我也搞不了，而且因为这几年撒网的话。肩膀也是搞伤了，大家就是撒网的话，就是量力而行啊，量力而行，不用说是一味的要求啊要多重啊。当然了，你有那个能力撒是可以啊。哎呀，在里面吗？哎呀，没有东西，在。大鱼。来临，就他在那里仰泳。还有一条鲫鱼，白鳞鲫鱼，就它仰泳了。你看这个白鳞长得，你看这个白鳞长得跟大头娃娃一样的，你看，有点这个长得就是，咦，你看这个嘴上嘴唇也没有嘞，你看这鱼长得呀，哎呀，真难看，咦，不好看，